台风来之前的天空超漂亮的。昨天这边没有水，原本是干干的排水沟。不知道你们听得清不清楚，但是风很大，那台风。Typhoon backspins。如果你是在 follow 台歌剧场的粉丝团，应该知道这个礼拜连续在进摊，所以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时间剪接。其实还是可以啊，但是不太想熬夜，想好好的去专注当下的事情。哦，你看这个水，剪接都要花一些时间啊。我的话，每一支影片，至少要花3个钟头。大概都是花5-6个钟头啊，调色什么的，还有剪接配乐，几乎每天在进摊。今天是休息的，台风也来了，刚好今天是休息，太感谢主。如果今天有安排事情，肯定是取消的。但我们明天还要去进摊，而且是去屏东。前两天的进摊非常的成功，都会剪出来给大家看。太阳出来了，进摊时间到了。所以你这次的角色也是一样的、啊。进摊成功，我爱台东。想要好好享受跟大家进摊的过程，不要说每一天进摊完还要花个3-6个小时剪接，而且这样作品也会就是马马虎虎的，我觉得太赶了，所以下周才会上传这系列的影片。谢谢大家，我讲完了。